18日凌晨，王俊凯在微博晒出一张手绘画，为偶像周杰伦庆生，并配文：“杰伦哥生日快乐，请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。”手绘画中不仅有大大的生日蛋糕，还有周杰伦最爱的珍珠奶茶，而且王俊凯还特意选在凌晨1:18送上祝福，这谜底本人没错了。粉丝纷纷留言评论：“来了老弟，又一次踩点祝福，追星赢家王俊凯又来给爱豆送生日祝福了。”来了老弟，一起祝周董生日快乐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